新加坡的这个地铁，马来西亚地铁都是没有安检的啊。这个没有造谣啊，看一下啊，有安检吗？樟宜机场地铁站 CG 二，位于新加坡樟宜国际机场二号航厦与三号航厦的下方，是新加坡地铁东西线樟宜机场支线的终点站。右边门有一个线路，左边呢有一个线路，我看到高德公园了。丹纳美拉地铁站是新加坡地铁东西线及樟宜机场支线的一个车站，这个车站服务丹纳美拉地区，本站为新加坡地铁各转乘站中唯一只有一个车站代码者。另外去印尼的名单岛要去附近的丹纳美拉轮渡码头。来佛士方地铁站是新加坡地铁系统内的一个跨月台转车站的车站，南北线和东西线的列车均会经过此站。
石山龙尾线这个观光的地方在 H 这个出口。坐地铁到这一站下，往回走一点就可以看到一条河，沿着河走到另一边就是著名的鱼尾狮公园。一路走下来，环境特别棒，会经过一座铁桥，铁桥旁边的星巴克设计的也很有感觉，适合徒步。